Welcome to Taiwan. Hello. Welcome to Taiwan.签到球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哇，他终于拿了，他终于拿了。他刚有哭吗？还是快了？我今天回去想到应该哭。所以今天到现在这样等了多久？3个多小时。觉得值得？值得啊，值得啊，当然值得。